彩。哦 ，yes， 在，可以哦。大多一点，可以哦。可以哦，姊妹，稳住就好。推。有，哎，有在前进。哦。脚程拉多一点，你上升的幅度就会比较大。松一点，松一点。过一下。脚伸。加油。加油。我另外一个。再一次。再一次，一把就上了，再一把，多一点，你差一点哦，你真的差一点，拉多一点，然后这一次上去之后，好拿，再多一点，可以上，耶！好紧张，恭喜石洛山黄队获胜，我要求会外赛，可以吗？哎。可以吗？怎么样？要黄队可以？怎么样？那怎样怎么弄？我们现在这一关是已经输了嘛？对。但是这一就是我跟他 PK 的这一道比赛，对，算三张嘛。好了，三张，因为他三张有可能赢的话，他可能，哎，他会赢哦。对，对，有信心一点。我们叫要有风度。卢学瑞是山上的孩子，山上的孩子。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们家是靠海的，还靠海的啦，没有山。总有看过浮木吧，对不对？浮木。好，各位黑队的队员们，来，不要丧志啊！好，我会拿下的。好。OK， 这是一场男人的战斗，我是发抖了，真的啊，发抖。好，两位好好准备哦。哦，抽三张扑克牌哦，这等于是答对三题一样。没有没有，是三张那个答对认脸，三张认脸啊，因为我们也要认脸啊，先生。哎，这个部分要认脸啊，认脸啊，如果是你认错的话啊，好了，抽，哎，又那五张认脸好不好？可以。好 ，OK， 准备哦。打客！